快要出满月了，相信他早在家里也憋不住了。比较谢娜的性格不适合一直在家里憋着。昨日谢娜还发微博表示，她说抓拍这张照片，看出我对外面世界的向往，哈哈。不过谢娜马上就要出月子了，也要回归快乐大本营了，很多网友也表示期待。网友期待娜姐回归快乐大本营，你们两个都要出月子了等等，可以看出网友们也很期待。快乐家族马上又要团聚了，哈哈，又可以听到谢娜欢乐的笑声了。